大家好，我是 SX Channel 的记者 Phoebe。 咁咧，我邀请咗一位参赛者嚟俾我做访问。咁我想问你叫咩名啊？今年几多岁啊？我叫温子柔，今年十一岁。咁今日讲啲咩故仔啊？叫做《徐龙机》。哇，咁样你今日彩排顺唔顺利头先？都好顺利。咁最顺利即系首先讲故事嗰度啦。咁熟习咗个场地咯。咁你有冇为今次嘅决赛加啲新嘅动作啊？咁嘅嘢？咁加咗啲道具咯，可能。系咩嚟嘅？系咩嚟？我加咗条丝巾咯，就爱嚟做新嘅道具，吸引多啲啦。系喎，好醒啊你，多谢。